板栗怎么去皮和壳？板栗是一种很受人们喜爱的食物，板栗好吃但很难去皮，有什么方法能够将板栗的皮和壳快速去掉呢？方法一，首先用刀将板栗的尾部切开，再把洗净的板栗放入沸水中，用大火煮一分钟，这样板栗就很容易去掉皮和壳了。方法二，将板栗切成两半儿，直接剥掉外壳，然后把它放进盆子里面，用烧好的开水浸泡一分钟，这样就很容易将板栗去皮了。方法三，首先用刀把板栗的外壳切开一道口子，再把板栗放入微波炉中，用大火高温加热一分钟，这样板栗的皮和外壳也会很容易的脱离掉。温馨提示，买回来的板栗最好先放在阴凉通风处晾晒2到3天左右，经过晾晒以后，水分就会蒸发，这样不仅很容易去皮，板栗还会更甜。